迎大家收睇《復亨塔》。哇，隔篱有三个小鲜肉，我真系按耐不住啦。姐姐，你要大鸡定细鸡啊？咁梗系大啦，我搵唔到初恋嘅感觉添。我要搵初恋啊！姐姐啊，我记有啲口渴，你要 coffee tea or me？ 只有细路仔先会做选择嘅。我要晒。咁我哋先试下呢个午后之红茶嘅橙茶，佢写住系微糖嘅。一般平时成日饮开柠檬茶，觉得佢特别酸咯，但系咧其实原来换咗橙个口感可以淡咁多。因为一般饮嗰个午后之红茶系好甜咯。佢个橙味都好出，淡淡出嚟。系啊，淡淡出嚟嘅橙味好清新，夏天饮都啱。呢个做得比较好，佢真系唔甜。跟住試呢個咧係 Daigo 嘅朱古力味嘅咖啡，你聞到好香，但係就個咖啡味飲落就好淡。我都覺得佢偏淡。好想飲一杯咖啡嘅話，呢個就應該滿足唔到你。跟住咧就試兩款杯麵煙魚嘅撈麵，咁下一個咧就係北海道粟米鹽牛油味嘅湯麵。看來麵都 ready 了，不如我們試一下它。我看到它撈完之後，它上面是會滲一層那些煎魚那些粉的，然後它熱熱地的時候它會這樣好像油魚都挺香的，那個煎魚味真的很香，那個煎魚油味它有日本那種淡口好吃的感覺。打開的時候呢就聞到很香的粟米忌廉湯的味道，個粟米味浪不到那邊好暖啊，那邊 Hello 我覺得它的份量是 OK 的。我還沒講完啊，這個阿導演下面給我們吃的。接著我們就試一下七仔碗 Vanilla 千層蛋糕。好味，即係講唔到有啲咩特別嘢，但係佢唔夠張口啊，嗰個 cream 咧。跟住咧就係呢個卡朗 B 嘅肉醬意粉薯片啦，番茄呢、這個小鮮肉拎住肉醬意粉，諗起都好幻想。我今日有番茄味喎，脆脆嘅嗰只，係肉醬味又好似唔係好出，我自己覺得幾好食咯。跟住落嚟咧，我要試兩款嘢飲啦。咁呢個咧就係、是。葡萄汁有芦荟粒，另外這個呢就是西瓜椰子水，简称西微甜，感觉麻麻地，它的粒不够突出。我觉得它的提子味好像细个喝酷那种白提子味，不如西红柿但你的西瓜没错即是我未喝之前闻呢个味是挺香，但喝下觉得它不是那么浓郁。我不喜歡，我覺得好假的西瓜味，它是還是好像西瓜味加了很大量的水，很淡的。總之就好色素清爽解渴，道地百果園西瓜汁。